我是玲玲。我们后台的话，我看到有很多花友想养球兰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品种好看好养琴花。来吧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又好看又好养又琴花的品种，它叫做小苹果球兰。它的叶片圆圆的，颜值就非常高，光赏叶就很好看。但是它是一个很琴花的品种。我们现在发货的，你们去买这种大苗哈，然后呢上面全部都是花梗，它每出一个花梗，它就可以开一朵花。所以说这个球兰切记开完花以后一定不要修剪。那么怎么去养呢？这个球兰的话，它对于光照要求没有那么的高，即使您家里边光照不怎么充足，也能去养，折射光、散射光即可，就是有个那种明亮的光照就可以了。在浇水的话，你们要控制好，一定要维持好它的干湿循环。摸一摸盆土不干，切记不要老浇水。它在一个那种略微干燥一点情况下，反而会更喜欢开花。然后呢，这个球兰还有一点就是哈，我们如果说强光暴晒，很容易会把它这个叶片晒伤。这个就是你们最好就是买回家以后给它垂掉下来去养护，让它有一个那种向下的吸引力，它会更爱出花梗。这个小苹果，你买回家这么一颗，足不出户让你花开爆盆哇，而且它带有一个那种淡淡的香味。如果说我们花友们也喜欢养一颗开花又香，然后呢颜值又高，还是一个琴花品种球兰，那么买它真的很合适的。喜欢的花友下方小黄购物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